你的影子默默安静，悄悄地爱过你这么远，明天我就要离开，马上回我来到你的窗外，也曾想悄悄地叫你出门，想你想你的美丽伴侣，一次次再见了，心爱的梦终于来，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，假如我有一天仍会努力，再等你窗外诉说情怀。再见了，心爱的梦终于来，对着你的影子说声珍重，假如我永远窗帘上你的影子多么可爱，悄悄地爱过你这么多年，明天我就要离开，多少回我来到你的窗外，也曾想悄悄地叫你出来，想一想你的美丽欢迎家人们，没有点关注的啊，先点关注，点完关注以后加主播的粉丝团。好，我把窗帘拉出来点，太晒了。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，假如我有一天仍会努力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。再见了，心爱的梦中女孩，对着你的影子说声欢迎家人们，没有点关注的先点关注啊！点完关注以后加主播的粉丝团。第一次进主播直播间的啊，欢迎大家到主播的首页去看一下。欢迎家人们，你看看大伙儿合照，就你一个人没有笑，是我们装傻，还是你真的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烦恼？反正你还来这一趟，为爱情痴，难道不是一直以来戒不掉的？欢迎家人们，没有点关注的赶紧点关注的，点关注后加主播的粉丝团。给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是主播代言的玉米糊啊，在购物车里和小黄车里都有。图片上穿的这款是1969 CR6 的长靴，这玉米糊是产自于吉林省东岭市啊，素食代餐啊，素食代餐。然后礼品箱那个里边一箱里边是主播手上拿的这个五袋啊，这一袋里边是十小包，一箱里边是四斤装的啊，五袋40小包，
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。欢迎家人们，没点关注的啊，赶紧点关注，点完关注以后加主播的粉丝团。生存第一想到没完没了，你给我今天穿的棉袜呀，这季节肯定穿棉袜。旧的旧忘不掉，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。欢迎年轻人们，对，夕阳西下了，但是晒的就挺热的，今天没有风。欢迎家人们，没点关注的啊，赶紧点关注，点完关注以后加主播的粉丝团。让我知道，其实你在背着微笑。大家可以在主播首页作品去看一下啊，主播风格比较百变的，什么风格都有。欢迎家人们，没点关注的啊，赶紧点关注，点上关注以后加主播的粉丝团。先点关注啊，点完关注以后加主播的粉丝团啊，私信留言主播一个回复。橱窗里的不是闲置的，橱窗里的都是全新的啊。这个平台又不是卖，主播怎么说就怎么做啊。有事儿私信主播啊，主播下播以后一个个回复。欢迎家人们。
欢迎家人们。秋天里的落叶，回首途中道别，搬运你的一切，我都想要了解。是不是户外看心情啊？陪伴三个季节。主播现在能每天上线跟大家打个招呼都已经不错了，户外需要时间，知道吧？欢迎家人们。现在你看主播脸上没有那个阳光了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的夕阳，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下去那个夕阳特别快。这点太阳一会儿下去。欢迎家人们，没点关注的啊，赶紧点关注，点完关注以后加主播的粉丝团。欢迎家人们。陪伴三个季节，还是承受缺点，最后一句感谢，还有多余的抱歉，奔跑在街上。好像就隔了两分钟太阳就下去了，就几分钟的时间啊。没了。关键家人们，没有点关注的啊，赶紧点关注，点完关注以后加上主播的粉丝团，私信晚点回复。欢迎家人们。热呀，你看主播晒晒的，穿的因为是那个鞋子跟手套都是皮的，所以特别捂，捂的主播很热，一直在淌汗。主播一会儿下播啊。倒计时十五分钟，四十五下播。爱上带我对他追心，
没点关注的啊，赶紧点关注，点完关注以后加主播的粉丝团。小小都出汗了，那是罗扇扇的，太热了。但是太阳落山以后，过一会儿现在一会儿就降温了，一会儿穿这样子特别冷，都得穿外套，要不然就是现在这个季节温差都是早晚温差大，特别容易感冒。刚给大家看完那个夕阳啊，景刚下，那个太阳刚下，很快也就三分钟的时间。刚才姐姐在给大家看的，三年级们。没点关注的啊，赶紧点关注，点完关注以后加主播的粉丝团。倒计时十分钟，主播45下标。欢迎杨家人们。没点关注的啊，先点关注。有新进的家人们啊，刚刚没有看到，这个是主播代言的润肤，让大家看一下啊。有刚进来家人们，大家看一下这款润肤啊，是纯那个无任何添加的啊。这款锦衣玉是润肤啊，在购物车里和小黄车里都有，大家可以去选购一下。欢迎家人们。欢迎家人们，没有点关注的啊，先点关注，点个关注以后加主播的粉丝团。那个礼品箱里边是一箱啊，一箱五袋，手里拿的这五袋，一袋是400克。没点关注的赶紧点关注啊！主播今天45下播。这款是用开水直接冲泡啊，就可以食用，老人、小孩儿还有青年都可以吃。主播每天早上都吃。欢迎家人们。还有主播代言的这款矿泉水啊，这款矿泉水也是产自于吉林省东都岭市。欢迎家人们，这个是350毫升，350毫升一瓶啊。
一箱是24瓶，一箱24瓶。欢迎家人们，主播速下播哈，倒计时6分钟。欢迎家人们，没点关注的啊，赶紧点关注！点完关注以后加主播的粉丝团。大家这会儿是下班了吗？大家下班没有？哎，我的全看，我现在手脚主播手脚全看，太热了。没点关注了啊，赶紧点关注，点完关注以后加主播粉丝团。哦，对，今天周末啊，今天周六是吧？嘿，主播不上班，所以有时候搞不清今天周几。每周五啊，每周五大家更新作品。今天大家都干嘛呢？在家休息。反正现在也不能去哪玩，你看国庆那个大家有些人出去玩了一圈，这个疫情就立马又增加了一点。倒计时4分钟，欢迎家人们。这首歌挺好听，叫什么？烦恼河。欢迎家人们。倒计时2分钟，
关键价呢，没有点关注的啊，先点关注，点了关注以后加主播的粉丝团啊，私信主播的主播晚点一日回复，主播怎么说就怎么做吧。倒计时一分钟，没点关注的话先点关注，点了关注以后加主播的粉丝团。新进的家人们啊，可以到主播的首页去看一下，主播首页出的作品都是主播平时穿的鞋靴和服饰搭配，所有的视频啊，所有东西只有一个。欢迎家人们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时间到啊，主播下线，下次直播咱们再见。女生要上网了啊，跟你们说了啊，没点关注的先点关注，点关注后加粉丝团。没关系，上上网了还有下次啊，下次咱们再见，拜拜家人们。那些时光让我们觉得潇洒，那些说的夏天有长长的过去。